志伟、陈百祥、吴岱融夫妇跟一大班圈中名人，昨天就出席孙敬安跟卢敏仪的结婚20周年晚宴。一向为人慷慨的志伟哥更送上全场红酒作为贺礼哦。对啊，今天是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两个连夫妻都是好朋友。老公呢认识了快40年了，老婆也不，他就对老婆是我们第一届演艺人协会的秘书长啊，所以很难得，他们20周年必须要来。本来我今天已经飞走了，特地多留一天，就是要参加今天晚上的盛宴。提到佘诗曼最近为小 S 的综艺节目当嘉宾时，就大爆圈中最讨厌的男艺人是志伟哥，因为志伟哥曾经答应了为阿生录影片，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啊。他最爱讲反话的啊，所以呢，他必须要最亲密的就是我。哎呀，现在这就流行了，没事就很多人都会，哎，我的朋友要结婚了，能不能讲句恭喜话？我哪里开幕啊，能不能恭喜一下？然后我说好，一起做啊。那有时候就过了，就忘了，是吧？所以，哎呀，这个很不好意思。那这些好像讨债一样啊，哇，一次可能我最高纪录一次过62条啊。哎呀，有时候真是的，录的头都晕了。